大家好，我是张张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！今天我们接着讲好老公系列，好老公要拥有什么样的面相的下篇啊？这几天我生病了，一直在吃药打针中，但是我还是坚持把好老公的下篇录制完。请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抓紧时间订阅，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一定要看满5分钟再订阅。在好老公的上篇中，我们讲了4点。第5点，我们要看这个人的眼睛啊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不要找这个眼周围有疤痕的啊，或者是眉毛呢特别稀疏的啊，或者是眉毛特别的浓密，但是它有连心眉啊，这些呢都不要找。我们找一个正常的眼睛，特别是他眼睛里面的黑眼珠一定要比白眼珠多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代表着他的身体很好，他的肾气很足啊，他的眼睛的末梢循环的毛细血管可以得到足够的营养啊。我们要找这样的人。还有一种男生，他的眼睛不大，但是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这个也代表了就是他的身体状况很好，特别是他的肝肾代谢非常好啊。我们知道有一句古语叫做未老先衰，那么这个衰指的就是未老肾先衰，所以肾很重要啊。那么第6点是看他的眉毛，有几种眉形呢是不能找的。第一个呢是倒八字，这个人呢是一个杠头，你跟他说不明白。第二个呢是连心眉啊，连心眉的人呢比较固执，比较自负，但是连心眉的人呢，他的一生的命运呢稍稍比较坎坷，他很难遇到贵人啊。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，眉既开运早来，所以他的运气一定来得很晚。还有一种眉毛的人呢也不要找，就是他的眉毛特别粗，特别黑，也特别长，这种人呢是一个鲁夫，他没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思维能力，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呢容易生气啊。第7点是看他的人中啊，大家挑选老公的时候一定要看人中，无论男生和女生都要看人中。最佳的人中呢是长宽身，就是一个人他的人中一定要长，人中代表了这个人的寿命，而且这个人的人中上面不能有任何的黑痣、疤痕、青春痘啊，或者是猴子，人中上面不要长任何的东西。而且如果你去美容店做脸部按摩的话，不要让他按摩人中啊。那么最佳的人中呢，就是长宽身，长代表了他的寿命，宽呢代表了逻辑思维能力，那么身呢代表了他的身体状况啊。如果一个人的人中很短呢，那么在面相上面呢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。比如说玛丽莲梦露呢，当时她16岁被星探发掘以后呢，她被签约了一家非常大的非常有名的影视公司啊。但是当她的那个老看见她的第一眼呢，就给她提了一个要求，她说这个女生呢哪里哪里都很漂亮啊，但是就是她上嘴唇太短了，她笑起来以后会看到这个牙床，所以呢他们就逼迫他训练一种就是笑不露齿的一种笑法。所以你看到的梦露永远都是在微笑，但是他永远都看不到牙齿，就是因为他人中太短了。那么梦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，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。那么人中短呢，从哲学角度呢还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这个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差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不太具备独立的思想、独立的价值体系、独立的观察力、独立的判断力啊。所以大家在找老公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观察他的人中啊。第8点呢，我们要看他的太阳宫，其实就是他的太阳穴。太阳穴呢也叫夫妻宫。有一种人他的太阳穴的凹陷非常的厉害啊，那么这种人呢我劝你不要去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种人有可能会出杀人犯。香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影视圈的一个大老板啊，我就不说名字了。然后他就具备这个太阳宫凹陷，但是他后来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，你现在已经看不出了。但是我可以看得出，就是他的太阳宫天生是凹陷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嫁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公，我也知道她老公大概的收入，然后他们家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家的财力啊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去打劫啊。然后当我看到一个男生的时候呢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以交往，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啊，然后我就知道他的优点和缺点啊，以及他对我印象和对我的反馈啊，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完成我自己的判断。第9点就是看他的山根，山根代表了这个人的出身，
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他的山根太低的话，那就代表就是他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是一个比较贫穷的、比较窝囊的，然后经济基础非常差的一个状态。比如说万达的老总王健林，他就属于这样的情况。虽然说他现在很有钱，但是他的山根很低，所以呢，这就决定了就是他当年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贫穷的状态，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家庭的资助啊。但是你看他的儿子，他的王公子，他的山根就非常高啊，山根高和鼻子高是两个概念啊。所以当一个女生呢，你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朋友，当他吹嘘自己家里多么有钱，或者是当你们筹备婚礼的时候，他吹嘘他的家里可以给你们多少资助，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。因为他的山根低的话，就决定呢，就是他家里在他出生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比较贫苦的状态。至于他现在有没有钱，我们要打一个问号。所以面相学呢，也可以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啊，让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判断力越来越缜密啊。第十点呢，就是我们不要去找上下唇呢太薄的男生。这种男生呢，他的嘴特别甜，而且他的口才特别好，但是这种人呢，他没有太大的立场，他会分分钟出卖你。所以这一点呢，也需要大家注意啊。以上十点呢，就是好老公面相的一个分享。所以呢，我也很希望我可以把我所掌握的知识呢分享给大家啊，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。那么我希望天底下所有的女人呢，都可以找到一个好老公啊。喜欢我这期视频内容的朋友呢，也可以把我的视频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请你一定要抓紧时间订阅。请第一次订阅的朋友呢，一定要看满五分钟再订阅。已经订阅的朋友和刚刚订阅的朋友都要记得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